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我如果希望哦合并的话，当然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可以合并那个 TST 跟 CSV 了。我是觉得这样已经算是，而且我们时间还蛮短的，我们2天的时间，这样已经是等于是比高铁还快了哦。所以如果哪一天叫你们坐那个区间车慢慢坐，我想应该你会受不了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25个档哦，全部合并成一个 Excel。那有点像是刚刚看到的 CSV，但 CSV 它不是真的 Excel，它是，有点是怎么讲，就是表面上的 OK 哈。所以呢，要怎么做？那当然理论上哦，直接把问题将25个档案合并为 O 点 XLSX，但是你会发现它得到的它会是什么？用 Pandas。有没有 SPD 啦？所以他就把它缩写。那底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第一件事一定是什么？PD 点 data frame，它一定要建立一个 data frame 才能够做后续的。那我是觉得啦，我自己使用起来，我是觉得 data frame 我不太喜欢，所以这个我就请他说啊，你可以换一个，改用 OpenPyXL 帮我写一下，他也 OK 了哈。所以如果假设它产生不是你要的，那你改一下。但是最好是说你要跟他讲哪一个模组、哪一个外挂名称哦，恐怕你还是要知道哪一些是比较适合你的哦。OK，那他就是帮我快速的产生，所以一样我把这个复制一下。而且我发现哦，它产生的程式跟刚刚的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而且它是把 OpenPyXL 需要的放在中间而已。这个让我觉得好像相容性更好。那跟那个 Pandas 不一样哦，Pandas 是它另外再写一套，重新来过。而且我刚刚有 run 一下 Pandas 的程式，我发现结果好像有 bug，结果不是我要的。哦，我通常我遇过好像都这样，反而 OpenPyXL 比较可以掌控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一样哦，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哦，那要怎么样 run 成功哦？所以哦，接下来一样，反正贴上之后嘛，哦。第一个，Ctrl 加放大一下，那哪些地方一定会出错的哦？其实就是固定啦，它里面的话好像架构都一样，目录，输出的档案，然后这边它多了一个 title，这个其实这一行其实不要也没关系啦哦，它的那个，然后底下这个都固定一样，这个我们就跟刚刚一模一样哦，就不讲。那有一个地方马上可以看得出来错误。就是 encoding 怎么样啊？它是 UTF-8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我就把它手动改一下 CP90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看一下，append，它这边怎么多一个 WS 点 append？刮胡里面的话呢，就放个 file name，所以它等于是在那个什么，在某个输出之前，它会先放一列，是它这个的档案名称。这个好不好？我们等下再看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它拿掉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哈，它一样是把它 read 全部，然后每一行写入进去。不过这边好像没有特别把那个空白，哈，把它就是。把它分开，就是把它变成那个逗点，所以我们看一下需要手动一下。我先不改好了，我先看一下结果好了。我们都不要改，我大概只有改 UTF-8 哦，这个地方改，其他的没改，执行一下。它有输出啊，我们再针对它输出的错误再来做修改哦，打开看看，有了有没有？所以第一个问题，它在每一个输出有没有？它会先加档案名称，所以底下的话中立也会加一个，下面也会一个，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哦。如果你需要，哦，最好是什么？最好是一个工作表，一个工作表，一个工作表哦。但是这个就很难哦。OK，不过也不难啦，我们大家一个来看哦。那所以这个是可以拿掉的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没有切它应该有的栏。主要原因是因为中间都是空白，而不是逗点，
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哈，我先把这个程式里面哪些地方拿掉。第一个就是它的 file name， 这个地方不要，所以我把它 Ctrl 一，这个就把前面不要加哦。再来的话呢，它就是去 open 它 ，s in file 对不对哈？然后它就一行一行读进来，读进来做什么呢？它就把它写到里面去。所以要把它写进去的话，哈，我们先把它取代好了，所以点跟刚刚一样，点 replace， 哎，不对，它这个是 readerize， 它不是 read， 它这个所谓的 readerize 哦，是一行一行的读取，然后呢，读取到哪里呢？读取到这个 lines 里面。所以呢，它这个里面的话哦，会是一个串列，而不是像 read 的话是一个文字哦。所以这边它，我们如果要改的话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改啊、哦。这个地方有个 line， 它每一行点 strip， 哎，那应该从这边改哦。那改的话，应该就是直接加一个。后面这边的话加一个点 split 啦，因为它会，这个我先看一下，你们先试着哦，把这个执行看看哦，看看能不能执行，应该是执行 OK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哦，怎么样把这个地方哦做一个修改哦，改成就是说让它可以切开来哦。那大概改了几个地，第一个就是说呢。我要把那个所有资料切开，那切开的话呢，其实我是在这边哈、哦、加了一个叙述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一行一行的资料啊，它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它蛮聪明的，因为呢，我们是要在就是资料加把它变成一个串列，所以它这个写法是说直接就加中括弧，让它直接转型，哎，这个写法。可能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，这样好像可以过、哦、但是我们假设、哦、第一个先把那个中括弧拿掉，为什么拿掉呢？因为我希望要自己把它转，所以不要用中括弧、哦、而是在这个中括弧拿掉之后，后面再加一个 split， 这个 split 应该各位有印象吗？就是做什么呢？做那个切割有没有？哎 ，split 这个、哦，那我们切割的话，之前有没有？哎，假设要做资料切割，我们之前都是逗点，可是现在呢，它是空白，哎，所以你就直接在里面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。那它会变什么呢？它会就是按照你要的资料做切割了。OK 哈，所以哦，这个地方关键的就是在这一行里面再加什么？加一个这个 append， 然后呢，把原来中括弧拿掉哈。然后这个拿掉了，这个标题不要了，我不太喜欢加一个标题哈。然后写入资料啊，写入资料的话，其实我只有改一个地方，改这个点 split 啊，空白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它好像多一个换行，这个换行我不用了，因为它底下好像就多一个换行，多余，这个可以拿掉。好，那其他的话都没动了 ，OK， 好了，就这样子完成了。所以基本上的话呢，就是加这个地方 append 有没有？那其他我是应该 OK 了，执行一下。哎，没错 ，OK。那所以呢，执行完毕之后的话啊，得到的结果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就是芬兰了，哎，有没有？就把它打开啊，当然因为它没有自动调南宽，我把它自动调整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哦。所以我大概改了。几个地方、哦、第一个就是这个啦 append 这个地方。append， 然后我把它贴到这个下方这里好了。这个我把这个好了，这整个齁。整个我改完的哈，直接就贴到这边哈。
哦，云端白板的第29页，29页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一段，就是用 OpenPyX 输出为 Excel 档案，哦，这个地方，它就会直接帮我把25个档案，哦，直接呢就输出成一个 Excel 的档案，也就是，但是它是全部串一起，它没有分页哦。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说，老师我要一个三重，哦，然后下一个就中立，再下一个，诶，那所以我会希望怎么样，诶，所以这里的话其实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在写资料之前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那么诶，先三重，然后再把资料放进去，然后再来一次，诶，所以其实只要在哪个地方画龙点睛一下应该就可以了，我们每个档案看一下，开档应该是这个地方嘛，每一次开档，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在开档之前先怎么样，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然后再把资料倒进去，再换下一个，再换下一个，不过可能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你开了档之后怎么样，写进去这个要改三重，再开一个，这个叫中立，写进去，那会变成前面这个是多的，那没关系啊，你最后再把第一个删掉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好像就更完美了哦。可是要怎么做？请 ChatGPT 做吗？哦，有没有办法呢？是可以啦，但是真的，哦，越来越复杂哦。如果这么复杂的东西也可以写得出来，